对对，高寿远投王，远投王，哎呀，真无解，哎呦，漂亮，干净大帽，干净大帽。这个防守动作有点有意思啊，丹鸟，哎，又是拿这个身体撞，哎，直接打进，扛进去了。门把手选手让我想起了第一轮我们鹿茸王的冠军 Jaco， 好球，溜进去了。很紧张，击中了最后一个球，扛住，扛住，晃跳投，中了，漂亮！曼巴这个球确实漂亮，那这样的话很遗憾呐、啊，我们的鸳鸯哥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们的新界的冠军曼巴这一球其实还是很漂亮的翻身跳投，那这样恭喜曼巴415高调摩科，14年球龄的我科的选手，哇、哦，运。这是你运输，你就想一下，这是鸳鸯哥的招牌动作，建一些中距离跳投来鸳鸯哥快速进入比赛。鸳鸯哥两步防不住啊，真防不住，他的重心非常的低，一下直接是好球了，行云流水，转身轻松啊！我感觉呆鸟这种打法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有自信啊，特别有自信，好球，好球。哎哎，好球，晃得不错，三角点起来，强起，哦，好球，啊，漂亮，这身体控制，给他做提醒了。还是刚才那句话呀、啊，这个关于这个中远投篮，好球，一下漂亮过来的，我天！哎，这个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这个速度快，这个速度快了，对，没有跟上。进来，上篮单手的，这个命中，好球啊，很漂亮，是的，他在空中的制空很不错。我们看一下欧文，哎，漂亮，这个运球拉进去了，但是机会出来没出手，好球，好球啊，这球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整个人到身后了。